都一直没有直播，也很久没对大家讲。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下烟供，开始了吗？好，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烟供。好，我们为什么要做烟供？基本佛教的理论就是说，烟供就是上供诸佛菩萨，好，龙天护法财神，好，然后下施冤亲债主、父母祖先。原因就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每一这一辈子有这一辈子的身体，比方说这一辈子我是宇阳老师的身体，上一辈子呢我也许是一个将军，可能我杀死了很多人，那有很多人我就有很多的冤亲债主，那有很多的冤亲债主他们就会一直跟着这个累世的灵魂。所以我们做烟供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把过去的这个业障呢给消除掉。可是呢，我们消除掉并不是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概念，就是谁对我不好我就好像斩妖除魔，或者我找法力很好的法师呢来把他赶走，这样就好了。其实呢，佛法呢这个善巧方便法门，归根究底它还是很好心的，很慈悲的哈。那为什么会有烟供这个呢？我简单讲一个故事。这个就是当年呢西藏的国王松赞干布，不对，赤松德赞，好，赤松德赞是松赞干布的曾孙子哈。那这个赤松德赞当国王的时候呢，在西藏呢他自己很喜欢佛法，因为他的家族，这个国王的家族历代都是笃信佛法的。可是呢在西藏当地有其他的教派，那当地的教派就是有一些比较不是非常正派的，比方说会抓小孩子去祭祀。有没有听过之前尼泊尔有抓动物啊去祭祀一些鬼神，有没有？好，那他们当地就有这个习俗。那这个国王呢就觉得他要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信仰呢整个用佛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于是呢他就到印度去引请了莲花生大士到西藏来弘扬佛法。那莲花生大士要到这个西藏来，他就跟赤松德赞跟国王讲说，你要我去很简单啊，你要帮我盖一个寺庙啊，我要住啊，还有我的眷属，我的随行，一个大的出家人出门是不是有后面有很多的信徒啊，出家众，还有他的家属，对不对哈？所以呢国王就答应说要帮他盖一座寺庙，叫做桑爷寺。然后呢每次盖呀，盖了半年，盖了一年都盖不好，莲花生大士还没有过来。这个时候国王就着急了，他就派人呢到印度去跟莲花生大士说呢，我们很诚意要盖一座桑爷寺，给莲花生大士还有你的这个眷属来住。但是呢每次盖到一半就有妖魔鬼怪来破坏，每次盖到这个呢就有那个魔，有魔来这个破坏这个寺庙，然后呢让我们的工人都生病，让我们的工人都受伤，这个庙真的是盖不下去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请这个大师呢发慈悲来给我们教一下应该怎么办。那莲师就说那这样子好，那我就亲自先到了，没地方住对不对，但是他就先到西藏了。到了西藏呢他看了那一片土之后呢，他说因为这个整个西藏呢他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罗刹地，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冤亲债主，有很多的鬼啊神啊，就比较低阶的这个神都是没有得到超度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方法可以超度。他说那没事，那我来准备东西。他就准备了所有烟供的东西，准备好了之后呢，这个西藏国王还有这个宰相啦，还有所有的这些大学问者请他来，就是在想说他是不是要来展他的功夫，丹姐的功夫哈，是不是要来斩妖除魔之类的。没想到呢莲师就在那边做烟供。好，当然他的烟供的规模很大啦，那个火舌串了几层楼高那么的大哈，他就开始做烟供。那连续做几天的烟供完了，他说好，现在可以开始盖这个寺庙了。这是非常快的时间就完成了，多快呢？就是快到你没有想到会那么快。所以呢它就是藏文就是叫不可思议呀。所以桑爷寺就是桑爷，桑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快。好，那现在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做烟供。
因为烟供呢，像你如果要去盖房子，你是会拜一下地基主，拜一下土地公，好。那你如果是要到山里去砍树的人，他们砍树之前会先拜树神，好。像那个我去马来西亚看他们采燕窝的人，要采燕窝之前呢，要拜山神，还有拜鸟神，就是燕神哈、哦。所以呢，这到底代表什么呢？代表每一个地方呢，这个天地五行大宇宙的所有都有造物主，都有管的。比方说，这个树有树神，水有水神，风有风神，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抱着一个敬畏的心，对不对？好。那现在烟供呢，为什么这个烟供就是我只要点烟供我也可以菩萨我也供养到了，哎，龙天护法我也供养到了，然后财神我也供养到了，还连我的冤亲债主我也超度了，甚至连我自己的祖先我的父母我全部都超度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牵扯到烟供的内容还有它的修法。那你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第一你们会看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告诉我，大声一点。药材很好，药材这里就有几十种，中药跟藏药，对不对？还有看到什么？五谷，有吃的，对不对？有什么？有麦粉，有面粉，有牛奶，有奶油，有白糖，有红糖。哎，这也可以叫红糖，也可以叫黑糖，都对了哈、哦。这个叫三白三甜，三白三甜给谁吃呢？当然给肚子饿的人吃啊。那肚子饿的是谁？饿鬼道的众生，有没有？那这里面还有你们没看到的，就是呢，有甘露丸，有解脱丸，在上面，在我们的这个烟供的里面，这一包里面呢，大概涵盖有100种以上的东西哈、哦。那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少部分，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来，供佛要什么东西？供佛要檀香，要沉香，要花香，所以如果你们在外面买香来拜拜，对不对？那里面基本的成分就是檀香跟沉香，这是拜佛用的。因为有些恶鬼道的、地狱道的很多众生没有福报，得不到像檀香、沉香、花香这么美好的东西，他们你用那个拜他，对不对？你只能供佛、供菩萨。他们是收不到的，所以你要供给他们什么？你一定要先给他解脱，解脱咒在里面。我这里有些没有摆出来，这里面呢有解脱咒，因为解脱咒就像你们拜地基主，是不是有烧更衣、修更衣，有没有？先让他换好衣服，他才能出来享用你帮他准备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里面呢还有五色布。五色布呢，它可以幻化成棉被、衣服，任何你要的这个围巾也好，好，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溺死的众生，有在极寒地狱的众生，他觉得很冷，他闻到这个烟供，闻那一个刹那呢，他感觉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满足了。我再跟大家分享，你们一定有遇到有人家里往生，有没有拜一个卡威本？有对不对？那个咖啡粉你想说啊，反正他已经死了，他也不会起来吃，然后你就用一些那个比较糟的冷饭啦、粉屁啦哈，或者是一些不好吃的东西放在上面哈，这个是非常不对的。他不能吃，但是他会吸一口气，所以你要让他看到色香味，了解吗？反而要拜热饭，要现炒的菜，要拜的感觉那一碗饭就是很丰盛的，因为他那个鬼魂来的时候就是吸一口气，他就觉得啊，我这个子孙哈、哦，值了值了，值得了值得了，很孝顺，哦，啊很孝顺，他就会报告上去来保佑我这一家人。他没有能力保佑我们，但是他可以在上面一直讲上去，哦，所以呢，每一个位阶都有每一个位阶的功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慈悲心的人才会做烟供。来，我看看现在有几个人在做烟供的，举手一下。哇，开心哎！你们就是慈悲猪毕业啦哈，因为你这不是给自己吃的，对不对？是要供养很多我们不认识的，
好，所以呢，我每天做烟供的时候都在想说，我这一包烟供粉能够布施到多少众生。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布这个众生呢可以很多来享用。好，那我们现在刚刚回过头，我们把这个主题讲完，这个里面呢还有这个除障草，可以消除我们的障碍，可以让有些人呢，你很认真工作，对不对？为什么人家工作都在升官发财，你在工作就是做咖瓜劳、添咖罗劳啊，又没有办法升官发财？那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障碍。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你不用去想你做了什么孽，因为有很多东西呢是前世跟着你的，有些呢不是你自己。是你的身边的人有这些冤亲债主，哪一天你讲的话不对，他就开始来跟你。通常如果你常常讲自己很衰，他就会很喜欢跟你。所以我常常教大家说，不可以说自己很衰，要说自己很好，自己很好命，这样子呢禄神就会来跟着你。禄神就是财神，那衰神就会远离你。好，那所以有时候你讲话不小心的时候得罪三神，数得到啊，这张奇问来这礼拜，哎呦，那个数神听到了哈，你带你登一数哦，要跟你说，不然你看我是到底是华外啊，我要让你看我到底是华外，他就跟着你。这个呢都是我们的障碍。哦，所以我们有经意的不经意的，有心的无心的，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我们抱着一个忏悔的心来对我们过去的所有一切所得罪过的、所伤害过的众生来一个集体道歉，然后集体还债。哦，重罪轻罚。当我们开始做烟供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障碍越来越少。本来病得很严重的人，常常做烟供以后病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轻了，哎，整个痊愈了。哦，然后呢这个烟供里面我刚刚讲上百种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没有陈列在现场，因为呢有七珍八宝，那都是很贵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供财神。我们供财神就像你对你的父母亲过年的时候要包很多红包啊，哦，这样以后财产才会给你哈。哦，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父母的财产，而是这个红包供养父母，感谢他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然后报答父母。那父母收到这个红包呢非常的开心，就会赐福给我们。好，哦，就会赐福给我们。好，所以这样子简单的一包烟供粉，大家就知道它具备的功德呢，就有上供下施。上供就是供诸佛菩萨啦，龙天护法啦，财神啦，哦，所有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大的成就者、出家人都可以说是上供供养嘛。像你供养给仁波切法王红包，有没有那个功德也是很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下施。下施是什么呢？下施就是下布施给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累世以来欠了很多的冤亲债主，那我们要怎样把它打走吗？没有用，你把它骂走打走，它有一天还是会回过头来找你，而且当它回过头来找你，它会呼朋引伴。好，所以你要怎样，不管是恶缘要善了，那你是善缘也是要善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烟供，那这样子被我们伤害过的众生，譬如说你上辈子欠他500万都没还，哦，结果后来大家都往生了，那冤亲债主还是一直跟着你的魂魄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呢里面不是有七珍八宝吗？第一个，他在七珍八宝里面就会看到500万，他就看到500万，他就得到了，他得到了他就谢谢你，你已经把该还给他的还了，而且里面呢还有330田，你还送他吃满汉全席，然后你还给他五色布，做各式各样的衣服给他穿，然后看得很欢喜，哎，他有解脱丸，他有甘露丸，哇，这个对他来讲又除障，就等于把他的障碍也消除了，结果他也解脱了。你知道我们人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冤亲债主呢，他解脱了之后呢，他可能有机会变成神，或者有机会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他回过头来可以来帮助我们，相信这个吗？一个人你好好的教他，好好的帮他，有一天他有成就了，就算他没有回来孝敬你，他至少不是这个社会的累赘，他至少不是这个社会的祸源，他能够帮助其他的众生，就算他没有帮助我，他是帮助到别人，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事嘛。我们这个社会少一个人做坏事，我们是不是少掉一分恐惧？
大家都很和乐，所以这一包烟供混的烟供这么大。这个索达吉堪布曾经讲，这个都市哈，只要有一个人很发心的、慈悲心的来做一次这样子的烟供，都可以让这个社会、这个城市呢变得减少天灾人祸，所以是不是非常的重要？那我现在呢就实际告诉大家，平常我都是怎么做烟供的哈。那我们首先呢，因为烟供它是很如法的，最好不要用你家的碗啊盘，因为你人吃过的东西，最好我们还是如法的用一个烟供炉哈。那这个烟供炉呢是我很多年的经验设计出来的，所以呢上面都是云纹，云纹加如意纹哈。那云彩就是运彩，好运彩。那我有做三个颜色哈，黄色就是比较偏招财，红色呢就是比较偏桃花啦、姻缘啦，想要人缘的人。那白色呢就是比较偏喜灾，像常常烦恼很多、压力很大、障碍很多的人，先不要求财，先喜灾，好，先喜灾。那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呢每一个炉上面呢我都放了四个种子字，首先呢就有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种子字，好，就是这个嗡阿扎巴扎那底。这个文殊菩萨，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嘛，好，有智慧你就会判断别人对我们讲这一句话也许是无心的，我们不用对号入座，我们也不用生气，好，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啊。智慧的话你要投资啦，你要做任何事情，你要经营，不管你要经营婆媳关系、经营员工跟老板的关系、经营同侪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靠智慧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桃花人缘，这是咕噜咕噜伯母的种子字。我们谁不要人缘呐？啊，不管你结婚了，你当阿嬷了，你还是要有人缘呐，哈。哎呀，很多阿嬷跟我说，她要选狮子会的会长，能不能选上？我说，那你要拜咕噜咕噜伯母，啊，你可以做咕噜咕噜伯母的烟供，哈。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财神，大家都需要财神，谁不需要财神呢？有一天呢，很久以前，我想说我不需要赚钱，有一个长辈就骂我。他说你捐的钱够多了吗？我说哦，当然没有捐很多。他说那就是你赚的还不够，所以我们大家努力赚钱好不好？努力赚钱我们才有钱可以捐哈，还是可以帮助更多的弱势。这是财神的这个种子字。好，最后这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药师佛。我们不但要赚钱，而且我们要健康，我们有健康我们才能够跟很多人呢真正的利益别人哈。这是一个烟供炉，但是呢它有具备惜珍怀珠的功德。好，然后呢这一个炉收到的时候，很多人收到这个炉就会看到这一包，这一包不是烟供粉，这一包是什么呢？这一包是有加持过的吉祥的香灰，香灰哈，就是它可以垫在这个炉的底下，就新炉一定要垫个粉，新炉一定要垫一个粉，这个叫开光，有没有？开炉，因为这个是有这个有吉祥的意思嘛，哈。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炉里面呢，而且一方面它也有一点像隔绝、隔离，这样子我们烟供粉下去的时候，哎，我们就把它铺一下。老师，还有烟供炉它才能耐得住烟供粉高温，因为烟供粉的温度哈，你不要小看这样子哦，温度，哎，烧起来好几百度。所以你要去收的时候要小心，好，但是我做的很好，下面有脚，有脚，对不对哈？所以呢，当然不建议你放在木头上面啦，像我是放在我家阳台那个石头、砖头都可以哈。好，然后呢，这是烟供粉，麦克风，没关系。然后你第一次呢，我们是有送这个啦。我们是有送这个哈，但我很少用啦，我跟大家老实说，因为我一次的量都用很多，所以我没有用这个，但是我就用这个示范一下给大家看。如果你第一次供，第一次用这个炉，你先不要烧太多，你让这个炉呢先适应这个温度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开始，有人在上面问问题，这样子哈，这样子就满满的，对不对哈？然后来一个动作很简单，来，这样就一个尖尖的，虽然没有非常的漂亮，但很好烧。好，其实用这个圆锥形的意思呢，就是让你这样子立起来很像一个魔力宝，好像供一个宝物一样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念这个仪轨，我就会念这个仪轨哈。
看这里是第几页？第几页？最后面第三页。哦，好厉害！后面。金刚经的后面。对。哦，有了，78页，因为这个我印过好几版。好，这个是第二版的，来燕共仪轨。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所行施等福，为利众生，愿成佛。念三遍，然后呢，三供普贤，奉养广大云，上师本尊，诸佛菩萨香，有事通行护法财神香，威马赞成弟子基督香，一切严峻守舍护神香，外戚内情广大清净香，无尽妙玉虚空藏以供，除障如愿自成，愿吉祥。然后有遇到嗡阿呼三个字的时候，有没有？有时间就多念一点，因为这个嗡呢可以清除我们的业障，阿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报，增加我们的寿命财运，那吽呢可以消除外在的障碍。比方说我们真的遇到小人，遇到一些主管对我们很挑剔，或者你遇到一个婆婆对你很挑剔，你就可以直接嗡阿呼，嗡阿呼，嗡阿呼，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一种放松，好清净，好。然后呢，这个念完之后就哄显空甘露纯净此三供，妄念所出诸秽即不净，净明无浊法身，广大法身状，清以普贤无障界中啊。这里已经念完了，接下来念回向，以此功德愿证佛自信，佛位得以降伏诸过敌，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四句烟供的这个回向已经都回向完了，对不对？最后我们来念一句是什么呢？我们最后来念一句这个圆满咒，因为我们在做烟供的过程，也许我们还有一些不好的想法，那我们可以念圆满咒 Deyata Benja Jaya Awa Podana Yesoha。那如果你已经是藏传佛教弟子，你也会念百字明，念百字明也是一个圆满的意思，因为百字明有补漏的意思啦。比方说我刚刚做烟供的过程可能有漏掉什么，那百字明就可以让它变得很圆满，好，就可以念 Om Benzar Sato Samayamano Balaya Benzar Sato Deroba Dija Jujo Mebawa Sudo Kayo Mebawa Supo Kayo Mebawa Arunado Mebawa Saura Siti Mezayaza Saura Gama Suta Me Chudang Siri Yang Guru Hon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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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Baka Wen Saura Data Gata Benzama Me Musa Benji Bawa Maha Samaya Sato。 你可以都念完了再点，你也可以都没念就点。如果你都不会念的人，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念，你也可以点的时候就开始念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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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在心里也可以，但是念出来外面比较好。好，现在我们的烟供点燃了哈，你看它上面那个香，那个很像那个云，有没有？然后呢，慢慢随着这个风，这个空气慢慢升到上空去，可以呢。所以我在回向的时候，最后我会念以此烟供功德，上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财神、下师冤亲债主、父母祖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然后特别回向给所有做烟供、买烟供母、买宇阳产品的所有的朋友，愿大家身体健康。就我每天都会做这个回向，好。然后呢，这个烟供的里面的这个这个你们要呢都可以免费得到。虽然你买烟供炉也会送你一本，但是如果你想要跟大家结缘的话呢，门市都有啊，大家都可以去要。那这个里面烟供的意思呢，来，我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下哈。当然呢，我们前三句呢就是先皈依发心哈，也就是说我是抱着慈悲心来做这个利益众生的烟供，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当然我们利人也利己嘛，所以我自己有好处啊，但是我愿意把更多的好处分享给大家哈。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三供普贤，供养广大云，这个很像好像云朵这样子，这么多的天上的云全部都是我烟供供养的这个这个功德，就这么大的功德哈。那上师本尊诸佛菩萨香，我供养了我的上师，这个上师还指莲花生大士，因为为什么要上师呢？因为没有莲花生大士就没有烟供，所以这个烟供是来自莲花生大士哈。
所以上师本尊诸佛菩萨像，好，这是我供养的诸佛菩萨，永世空行护法财神香。我们要做事情，要成败事业，一定要护法，护法才能够帮我们办事情。所以为什么说大家皈依的人都会有护法跟随你，会保护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威马战神弟子基主香，所以地基主啦，土地公啦，土地神啦，山神、树神、水神、风神，所有与我有缘的一切全部都供养到了，一切严峻守舍护神香，还有那个石头上面有石头神，每个器具呢都有有情的情器间都有这个它的主宰，这些全部都供养，外器内情广大清净香，所有你看到的器皿，包括这个烟供炉本身，它也有它的主宰，我们这样烟供的时候呢，也都回向给他了，所以很多的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法益，然后无尽妙喻虚空藏引供，这一句最重要。什么叫无尽妙喻呢？这个烟呢出来的时候呢，当一个溺水的人，他闻到这个烟供的味道，他会得到衣服跟棉被的温暖。当一个还在中阴徘徊，没有去投胎转世，然后他不知道他到底死了还没有死了的这样的，他闻到解脱碗的味道，他就知道哦，他应该要去净土了。那他要去净土要带什么？带一点干粮啊，三白三甜啊，带一点棉被啊，带一点药物啊，他要去净土带一点七珍八宝，里面有钞票啊，有钱啊，他是不是才能够无牵无挂的去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这一些烟供的内容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曾经有遇过有一些不孝的厂商，他为了要充填多一点，他把那个锯木材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粉末吗？加到那个烟供粉里面，这个就不如法。所以呢，烟供粉一定要如法，一定要如法，很重要的。好，然后嗡阿吽当然就是刚刚已经讲过了，然后最后就是讲这个甘露呢，会把这个烟供的就像甘露一样，会把我们所有不净的环境、不净的身心，还有一些业障、罪障、病障都消除、都带走的意思。那最后我们一定要回向，为什么一定要回向呢？有些人说，老师，我好不容易念一次经，好不容易做一次烟供，那这样子回向出去了，我的功德不就都没有了吗？你这个功德，我举一个例子，只是像一滴水一样而已。那这一滴水，如果你把它存到大海里面，大海只要不干枯，你的功德就永远在，对不对？如果你的这一滴水不存到大海里面去，你放在地上，太阳一照，它马上就不见了，那一滴水的功德立刻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回向，回向也是个分享。那因为大家都把水倒在那个大海里面了，都是我念过的干净的甘露水都倒在这个大海里面了，这个大海呢，广大的功德就可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那当然里面也包括我们自己，也能够完成我们自己的心愿。所以做完烟供或者念完经一定要回向，那不管你怎么回向，你一定有七分功德在你自己的身上，是你回不掉的。你说啊，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是要回向，我就是要回向，但是它还是会留在你的身上。好，小编有问题要问。就是家里没有供佛的可以烟供吗？家里没有供佛的就一定要请这个烟供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烟供炉是如法以佛塔的方式造成的。佛经里面有记载，任何佛塔的形状就如同佛亲临，所以当你在家里供了这一个佛塔，不管你就是这样子一个佛塔，它就是一座庙的意思。你供了这个佛塔，对不对？你不做烟供的时候呢，它就是一座庙，你做烟供的，它就是变成一个烟供炉。所以你平常把它放在家里收得干干净净的，它就像一个佛，一个佛在坐在那里。那当然你这个佛塔不要放到太低，可是你在做烟供放在户外的时候，低没有关系，这是你的慈悲。因为低的话呢，你的地基主，你的很多的这个比较位置比较低的，它才能够获得。像一般来讲，我在家供香呢，我是分成三个等份的，这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是供菩萨，诸佛菩萨，所以我是用长的卧香。
供好之后，我是放在比较高的炉，那个是诸佛菩萨得到的。另外呢，我家会准备一个电视机，不是都很矮吗？电视机旁边我会放一个香炉，专门是供我们家的地基主。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啊，家里想要和乐不要吵架，地基主一定要有力量。地基主有力量，你家里的老人正要跌倒的时候，他有一个手，无形的手把他拉起来，他不容易跌倒。家里有人，那个有一个客人，他说他家里差点火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出门之后呢，他就是忘了他什么东西没有拿，又回家的时候发现啊，那个瓦斯炉没有关掉，还好他有回家。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地基主在叫你。那地基主，有些人说啊，地基主你就不必问探钱哦，不必问嫁卖完家哈，不必问嫁升官发财啊。地基主哈，请你跟他拜三拜，有些还完全都没有拜，他其实是没有力量的，了解吗？你要你这个女儿啊，出去可以面谈顺利啦，然后你也要给她一个快乐的心情，你要给她一个好好的打扮嘛，一样的道理嘛。今天我们做了这个烟供给我们家的地基主，我们地基主有力量了，他就能够保佑我们全家的平安健康。好、哦，那这个烟供呢，我通常建议在阳台做或者在户外，像我都是在我家的庭院做，因为通风良好地方，通风要好，因为你看它烟很大，哎，有没有觉得很香？哦，有些客人买我们家的烟供粉，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好得不得了，后来呢觉得我们家的比较贵，就去买比较便宜的，那就真的很可怕。好、哦，所以呢烟供粉现在呢，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过，那我很建议你们可以请这一个烟供炉，因为这个烟供炉里面的烟供粉，哎，不是这个哦，不是这个，是满院烟供粉，对不对？那一盒，这个是烟供用的，这种烟供粉只能在这里烟供用，因为那个要有上师的加持。那这个呢，都是已经圆满的，就是这一盒嘛。老师，烟供分时间吗？可能在问。来，消费者问。烟供有没有分时间？哈，烟供其实没有分地点，也没有分时间，但是为了通风的关系，我建议大家在外面。好，那所有的烧香拜拜呢，都有一个说法，这也是佛经上记载，跟吃饭的时间一样，早上是天人吃饭的时间。早上供香做烟供，供诸佛菩萨比较多。早上吃饭呢，就是天人在吃饭，所以早餐要不要重要吃？好，那中午吃饭呢，就是一般的这个神一般的菩萨吃饭的时间，所以中午也要吃，对不对？哈，为什么出家人过午不食呢？因为下午就是恶鬼道的众生吃饭的时间，那晚上呢？晚上已经。这个更深的这个恶鬼道，好、哦，所以呢，烟供一样的道理。你如果要发大慈悲哈、哦，我有一天呢，是因为出国回家很晚，可是呢，我心里很挂碍，说我好几天没有做烟供，然后我就到我们家阳台户外做烟供，一样的烟供炉，一样的烟供粉。我在做烟供的时候，一直闻到很臭的味道，塑胶味啊，什么味，铁锈味啦、啊，塑胶味。很臭的味道，真的说不出来。后来呢，我就去请教一个上师，我说这烟供炉我自己做的啊，很如法啊，烟供炉也是我自己，我早上烧都是香的，为什么到晚上烧变臭的？他就跟我说，晚上众生很多，都来接受了，而且是位阶很低的众生啊，我听了很高兴。好、哦，以后我有机会我就很晚的时候在外面做烟供，但是如果你没有。你不敢的话，你就不要勉强，你就下午大概3点以前做，因为那个时间众生不会出来，但是你可以回向给他们，他们一样可以得到。好、哦，那晚上做的话就是比较是偏下师，有些人就是得一些病，业障病，哦，得癌症啊，长肿瘤啦、啊，皮肤病啦、啊，或者是一些医生觉得这个是一个怪病的。这种呢，我们会认为他比较有多的冤亲债主。那这种我会建议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在工作，就是整天因为都在生病嘛，哈、哦，就是每天做7次烟供，回向7次，然后点7次灯，点灯，为那些恶鬼道、畜生道，还有为那个地狱道的众生点灯，然后让就是自己呢去还这个。
还这个很多的债。老师，我们要去供豆子了。我们现在供豆子了哈。对对对，好，那就跟大家粉丝说一下啊。我们线上有粉丝哈，有400多个啊，真的啊，这么多人哈、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好几百人哈、啊。谢谢大家。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烟供，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新朋友。那我想 FB 上面的新朋友也是很需要知道烟供的。祝大家吉祥如意，拜拜。